因為即係你中學嘅事情係嘛？你想講咩話？即係你中學嘅事情係嘛？中學哇！你咁樣而家好多人都咁講噶，佢話：哎呀，中學就聽你嘅歌噶啦，咁樣同我哋講。自由音集體回憶啊嘛。係啊係係，我哋都成為咗集體回憶嘅一部分。好灰，好灰。你又未知嘅，都 OK 嘅。即係見到大家都係 keep 住咁健康、咁童顏，我都開心嘅。除咗某幾個，特別係男仔啊，係長高了。其實我覺得依樣嘢真係好難得嘅，真心。係。今日好多朋友嚟咧，真係十年前已經喺度。冇錯。係好重。俾啲掌聲你自己。真係好想多謝。多謝你們。我哋俾你哋嘅，我哋兩個，因為真係不如咁講啊，支持一個人啊，即使係身邊你嘅朋友或者屋企人，支持佢十年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。咁但係我哋係你哋係我哋喺嗰啲其他媒介上面認識到我哋，然後一路支持我哋到今日，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難得，好多謝你哋。再講下，真心嘅，我成日都諗呢樣嘢，我覺得係其實不可能嘅，點會真無端端見到個人，哦你好撐佢，撐佢十年，冇可能嘅呢件事。所以唯有我哋做嘅就係可以，我因為音樂你識我哋，我哋就會做翻更多好嘅音樂去俾你哋。咁你哋覺得係值得嘅，去支持曬。你哋都好認真，唔想講笑已經。呢個歌都好認真啊，要好啱件事，我覺得。呢一首歌始終都係要拎開個麥嚟，拎開個麥 stand 嚟唱。我想咁樣。係，講嚟聽下。因為咧，係。我自己要。我幫你，點樣啊？啊。點解咧？經過上次嘅 request， 唐卿終於去翻我右邊啦！多謝曬，辛苦曬。因為呢個歌好難。所以我想俾大家見到我做緊乜鬼嘢。係。同埋咧，我哋表演嘅時候，多數唐卿喺右邊係有原因嘅喎。就係因為咧。好不滿，喂！你唱錯咗，哎，篤一篤個頭先咁啊！因為佢成日話我咧，就擰咗個嗰邊，就摸到佢。咁如果我咁樣咧，我咁樣彈咧，就可以摸到佢。冇錯，可以有啲交流，唔係就好似兩個唔識嘅人喺度表演咁。但係我唔坐呢邊，係因為真係試過不少次咧，我成日篤過佢。冇所謂啦。不唔緊要，我哋啲台退大咗，因為而家。你試下再篤過嚟，系啦，呢首歌是黄明志写俾我的一首歌嚟嘅。我本人系好中意首歌，系可能是人哋写俾我的咁多首歌之中最温柔的一首歌嚟嘅。你觉得系咪啊？都系。系咪啊？都难。稍温柔少少先。系。好啦，送俾大家一个月亮。水很蓝，这里有辽阔海洋，等待树荫阳光，湿地的雨多浪漫。一个人逃亡，逃了一个传说中最美丽的天堂。生活都太累太忙，偶尔会失去方向。当起初时的梦，以为这是种解脱，把你留下了，没发现上的一夜呢，好像也。是圆满，又怎样？你不在我的身旁，海平面上等着一个人的时候，自己记不着。我欠你一个月亮，还给你整个月光。一个人彷徨，孤单，一个人也在有人最美的人。我欠你一个月光，还给你整个月亮，请跟我回到你身旁，要让你感受每个月亮的温暖。谢谢。
欠你一个月光，还给你整个月亮，一个人彷徨孤单，依然失落，就算有再美的沙滩，我欠你一个月光，还给你整个月亮，请跟我回到你身旁，要让你感受每个夜晚的温暖，回到你身旁，要让你感受每个夜晚的温暖。呢度系睇唔到原文嘅。